澳洲风光如画，每个城市各有特色，当中为人熟悉的墨尔本更加是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，当地的墨尔市场向来具有升值潜力，市逢澳元汇价近年偏低，更加吸引一众海外买家追捧。环球置业投资顾问澳联 Austin 最新就推介，坐落在南墨尔本渔人湾的 R Iconic 作为近两年内市中心唯一的全新住宅项目，不单止可以将整个 Port Phillip Bay 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，而且还是由发展商 R Corporation 打造，是信心的保证。项目日场首期都只是港币26万起，而且还属于永久热权项目，全盘提供大约456伙，单位间隔多元化，涵盖1房至3房，其中一房单位就占了235个，完全可以满足不同买家的需求。另外，买家还可以享有一系列优惠，除了单位赠送全屋家私电器之外，还包括5厘租保计划、海外买家印花回赠，还有豁免外国投资申请费，无疑是减低了日市成本。优质的生活质素令不少人梦寐以求，楼盘亦都提供各式各样的设施满足住客需求，游泳池、健身室、桑拿浴室、私人宴会厅等等当然不少得，里面还有大约300米的跑步径，以及大约43000方尺的平台花园，动静皆宜。另外，墨尔基座还设有大约26900方尺的商铺面积，有齐晒大型超级市场、餐厅以及咖啡厅等等，全方位照顾住客日常所需。不单止配套要齐全，完善的交通网络也都是最重要的一环。坐电车只需要2个站就可以去到市中心枢纽、南十字路口，坐5个站更加可以去到市中心商圈及女王市场。出入不单止方便快捷，附近还有多所知名学府，丰富的教学资源都吸引不少人慕名而来。其中澳洲著名学府墨尔本大学将会在楼盘附近兴建第二大分校，能够容纳大约10000名学生，届时必定会大旺这一区。除此之外，自从当地政府在2016年公布渔人湾重建蓝图，在未来渔人湾就会连接墨尔本 CBD， 将市区延伸至海湾，计划占地数百公顷，将会打造成涵盖住宅、写字楼以及学校的社区，预计未来可以容纳8万人居住，并且提供超过80000个就业职位，发展前景提高一线。有兴趣人士可以在6月4至6号来到尖沙咀力宝太阳广场参与 R Iconic 物业展销会，了解更多相关详情。